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这个敌人 behind the camera 是叫 Kelvin。我们还在圣伯纳，这是我们的 day three 在这边。今天我们要去 island hopping， 在 Bohedulan 哈，它是有爬山的啦。我们今天就要穿鞋去。它是有包了爬山、snorkeling， 还有一点点的 island hopping 这样的。它的 package 也蛮便宜的。我们这一次找到的 travel agency 是120块罢了，一个人还蛮便宜，有包 lunch 的。我今天穿的衣服给你看一下 ，OOTD 啦 ，subscribe 一下我们的 channel 啦。这件衣服是在 Brands Outlet 19.9，短裤。Brands Outlet 25块，然后就穿鞋袜子呗，就是这样，很简单哦。我里面还有穿一件在 Shopee 买的那一种 dry fit 这样的衣服，好像10多块买了，所以整身下来不到60块啊。要学按摩咩？按摩了，要 OOTD 一下了。穿两件衣服啊。等下要潜水了。OK 啦，这样我们现在就去 Travel Agency 那边买一下那个 package。现在是7:30，然后我们是8:30从海那边，从码头出发了。我请了我们的私人保镖来，给你看一下。那就是我的私人保镖，因为我们要去岛，要有人带我们去。你看他们的座位是不是像骑马一样？哎呀，有个人。那前面那个东西是放那个机关枪的，架在那边哦。我们打了30分钟到40分钟的船来到我们第一个岛。本来这个岛是爬山的，不过因为今天天空不作美，下雨，所以我们好像是不能上哦。他讲了，全部人就要在雪地这边拍照罢了哦，很浪费耶。不过其实很像还好嘞，不过上山上那边是蛮黑的啦，所以讲一下很滑，就不能爬路。这个岛也是很美啦，这个岛叫做波黑杜浪。有没有 Jurassic Park 的？有，你看我后感觉，你没有看 Jurassic Park 都会觉得很像 Jurassic Park 的山呢。There it is， 很漂亮，很漂亮。不过很美啦，真的是很美。你看它的水啊，它的岛。这边 snorkeling 的话应该不错的，不过我们这个岛应该是没有 snorkeling 的。下面两个岛会有 snorkeling 的。好了，那就这样子。我这个岛不能拍准，所以我们没有东西做在这边。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去那个他的什么 Marine Park 这样的，看那个 Albino 的海龟，你看它很可爱，或者是很可怜，它的窝很小。哦哟，它会认人耶。然后你看，我们这我收发，我们看到的海星啊，就是这一种 model， 这一个 species。然后还有那种蓝色的。我们说话看的都是看到这两种哈，这种他会看人呢，喂，你看他很可爱，很像 Pokemon 这样。我那边那个像 Patrick 哎，你看他会靠在那个角落那边这样。喂喂喂喂！哦，你看他一直潜水上来，呼吸，所以每次那些渔网抓到他，很可怜，他就淹死在海底。Ghost net。
你可以有那个 Nemo Clownfish。喂 ，Hello。哎，没有鱼了哈，他们爬上去哈，哇，很多人来耶。我跟 Joe 现在在爬着这个山，因为 Kelvin 没有带到鞋来，然后要穿鞋才可以进啦。哦，很高哎，看，这样看的话是看不出啦。然后，呜。然后的话，他有讲小孩子或者有气喘的人就不好爬了，然后现在又下好雨，地板其实是蛮滑的，然后我们穿的鞋不是爬山鞋，要穿那种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叫做Kampung Adidas。他这边有的租，不过呢他是租5块钱啊，很便宜，不过没有 size 了，因为太多人来了。 OK， 让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继续爬吧，很多人已经下山了，会爬不到。很高很高很高哦，总共是700，我们走了400了。哎呦！这要抓绳子，手指收起来吧。这样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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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跑。You went 1 kilometer in 26 minutes and 27 seconds. Recent 1 kilometer average speed.Kilometers an hour. Your current heart rate is 152. Okay. Okay.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吧。我们走了400，像我刚刚手表刚刚讲，我们已经跑了30分钟，跑了1 kilometer。不过它是完全是一直上一直上的那一种。哦，好像不可以讲话，对，不可以讲了话，我很喘气，这样我等一下才讲。啊，试完了，我突然间看到有一只猴子，它走掉了，猴子在那里。看不到了，它躲起来。到了，哦，我们要到了，看了猴子就差不多要到了。到了到了 Mr. Joe Chan OK 吗？我们跑600米了，600米差不多了啦。哦，你看他们下这来了啦，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啦。哦，大太阳了啦，上面是，哎呀 OK 到了，是咯。哎呀，怎么这边 block 掉，这里 block 掉了，不然可以上去。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到顶了，很多人。你能讲一下你的感想？不错啦，蛮美的。不过它还有一个新的地方在开着，它那个什么，它有一个
观景台啊，观景台，对，它可能你们下一轮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开了了，那边拍就会更美了，因为它更高，然后它就没有拍到那些草草这样，没有那个树啊遮住这样，就很好啦。不过 OK， 我们这样看过去也是很美，只是很可惜不能飞无人机，因为它那边有那个兵营或者那种 police 的 bondo 这样啦，就不要给人家知道它的地点在哪里。这样呢，所以是 for the safety of 我们，是 OK 啦，我们就没有飞，我们就走下去吧。刚才40分钟走上来，下去的话应该会比较快啦，30分钟这样。好了 ，Let's go。它的楼梯很像会很难看，然后所以要注意，小心的跑，慢慢的跑。哇哦，小山谷哎。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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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哦，这里哎呦有绳子抓没有事，是啦。得人得人又要上了，又要上，哎呦哎呦，你的猫叫哎呦，我的猫叫哎呦。我们要出到去了，出来应该要也是30分钟这样，会跑到你膝盖会很痛很痛，因为它都是下着去的那一种，不过蛮好玩的啦， recommended 啦。不过它这个是小孩子不可以上来了，6岁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然后如果是有气喘的也是不能，因为真的是会蛮累一下啦。啊，好的，叫我们现在去 meet Kelvin 吧。Kelvin 一方面他没有鞋，一方面他那天打羽毛球受伤，所以他的脚也是痛，所以好彩他没有来爬了，不然真的是很吃力哦。呼，出来了，出来了。Later， 吃饭。我们来我们这个第二个岛，12:40，就是来这边吃饭哎。他又讲你吃饭了，你可以在这边玩水一下啦。不过又讲20分钟不了，所以就 OK， 吃饭先啦。看我们的饭哥，把包盒这样的，看一下。三盒，哎，跟我们吃的昨天差不多。炒白菜，鸡腿一个，还有 hot dog 一个。看了，刚刚是叫我们去找凉凉的地方吃。我们拿了饭盒跑去比较远的这一边吃，看这边后面很漂亮，很像一幅画的感觉。然后那个背景，这样看过去，哇塞，哇塞，这边也不能飞那个 drone 哦，每个岛都不能飞，所以就没有 drone 给你们看了，就让自己来喽。哇，吃饱先啦，吃饱了去玩一下水。反正都不能飞装的话，我们就只能。哎呦，我们现在在算是第二个岛的外面这边 snorkeling 啦。哎，Kelvin 在哪里啊？
喂，这个是 Joe，Kelvin 嘞 ，Kelvin 嘞 ，Kelvin 嘞 ，Kelvin 在那边，给你看一下海底世界吧。我们来到第三个岛，这个是叫做西部湾 Island， 也是很美啦，就很 standard 一个岛。然后不过海边里面就很多垃圾咯。我们刚才 snorkeling 20分钟，这边他现在叫我们停20分钟，然后又再去 snorkeling 20-30分钟这样，所以有点现在有点阿拉浪这样啦。I guess OK 啦，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做。看到我们玩水下来，玩了个垃圾水。哦，它是陆地在跟海在两边一起，两边都可以进。很好，走去看一下。这个 island 的最尾一边，看，我们已经跑到最尾了，没有了，听不到，啊？听不到你讲话，最尾了，海边的最尾一边了，哇，那个太阳很热哎，可以是刺痛的感觉，然后我们一直涂 sunblock， 那个 sunblock 你潜水的时候。就进到你眼睛里面去，就很辣很辣很辣。看啦，我们也不能 fly drone， 就大概给你看看一下吧，看一下，看那个蓝色的海跟那个垃圾。OK 啦，是很漂亮。1000 steps。上面应该可以摸的，很像那个肾的感觉。喂。
太碎了。这东西很好吃，我们现在在 Sea Best Hotel， 哎 ，Sea View Restaurant 那边，蛮好吃的。The next morning， 哇，我们三个人不懂是食物中毒还是中暑，泻肚子泻了一个晚上，我吃了晚餐还吐出来，然后我再这样看，我整个脸是黑红的，然后有一个眼罩的血在这边的。我们今天本来是就是要 check out 的了，就是12点这样会 check out， 然后我们就会去机场了啦。那个 flight 的话是下午4点半，不过 between that 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了，现在又不舒服，早餐应该也不用吃了。那我刚刚好有带到药来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肚子痛的时候，然后有把那些药带来，刚刚好现在就可以吃了。我泻肚子、呕吐、肚子胀风胀气这样啊，头痛一点点。好彩是已经是 last day 了啦，今天就没有别的行程的那一种了。2,000 years later. OK 啦，现在我要做一个 final 的 conclusion。我们这一次去 KK， 第一，我们的 flight， 如果你们用 AHR 的话，现在反正都是要习惯那个 flight 会被 cancel。我们几个 flight 啊，一个 flight 啦 cancel， 害到我们的 hotel 变到要 reboot 咯，因为那个 hotel 它没有得给你 cancel。所以就这样我们就 burn 掉一个晚上的 hotel 的 room stay 啦，300多块 burn 掉耶。 AHR 那边它是可以给你换时间或者 refund 你的那个 ticket， but 它那个是像 credit 咯，它 credit refund 你啦，所以那个还好啦，不过其实很麻烦啦。tour 来讲，我们第一天去的那个 tour 咧，本来是要介绍你们的，我在 video 里面讲要介绍你们，一讲它好之后就变到他浪费我们的时间了。我们两点在那个码头那边等到4点半，因为他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回那个圣伯纳岛啦，他们又没有跟我们讲要等这么久，如果他们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还可以去跑一下啊，这样啊。他没有跟我们讲啦，他就讲哦 another 10 minutes 10 minutes 10 minutes， 所以就浪费我们很多时间，我们那边等了一个钟半两个钟哦，所以就很不 recommend 去啦，我就不要 recommend 你们咯。虽然讲他的导游那天刚刚好只有我们三个人，所以他是带着我们跑的啦，而且他也是新人 freelancer 这样，所以其实可以啦，不过就是因为最后那边害到整个 experience 都不好去啦。然后第二天我们的那个 tour 本来也是要介绍你们的，不过呢最后是吃了他们的 lunch， 我们 food poisoning 啦。因为吃了那个 lunch 过后，12点我们吃了他那个打包， Kelvin 差不多5点这样就已经开始肚子痛了的，我就还没有。然后我们有看我们那个 clip 去吃 dinner 的时候， Kelvin 其实已经是没有吃了的，只有我跟 Joe 有吃。然后 Joe 是 after Kelvin 他也是有点肚子痛，不过他还是跟我一样吃 dinner 啦。然后我吃 dinner， 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吃了嘛，我就吃很多，吃到来最后我也是很像不懂是吃太饱啊，还是那个 lunch 的那个效果才出来了，就也是一整个晚上吐泻肚子。等到我们第二天飞回梅里的时候，一整天都是好彩就是一直吃药啦，有吃药，然后就才比较 OK 咯，不然就是吐不好彩啦，已经是 final 要回了的，已经是没有行程没有 trip 了的那一种。Overall 就也不 recommend 你们那一个tour 啦，因为他们的食物吃了我们肚子痛这样。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用了哪一个tour的话，可以在 comment 下面问一下咯。好啦，这样这个 video 是 officially ended 了我们这个 KK。这样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记得要 like， 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给你们朋友看，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啦。Until next time, bye.